主持人出题让台下参与者抢答，除了分组竞赛，还要男女一组互助合作，增加互动机会。四十位单身男女参加松山区公所举办的联谊活动，从游戏中认识对方，化解不知道从何说起的尴尬。参加联谊活动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公所特别安排系列趣味竞赛，培养男女双方默契。今年又刚好遇到台湾灯会在台北，顺势到松山慈幼宫和台北府城隍庙欣赏花灯，当然也少不了要到月老殿前拜拜祈福。那松山这边呢是一个好地方，我们就比较的喜欢，这边有那个老夜市，所以等一下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呢，也欢迎大家可以去逛逛夜市，然后呢这个逛一下我们的灯区。这个灯区的这个内容相当的丰富，欢迎大家来这个参与。结合松山特色景点，单身男女在浪漫氛围的助攻下，找到可以进一步认识的对象，促成八对佳偶配对成功。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，为持续下滑的出生率贡献心力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